看看新闻网。前段时间呢，曾经的超女啊，王子的超恐怖整容视频在我们节目曝光啊，小伙伴可能看过以后还觉得有点没缓过神啊。现在又一位超女被眼尖的网友冠上了一个整容的帽子啊，究竟是谁呢？啊，肯定很多人也会猜到，或者说你完全不知道。那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个女生，你还认得吗？面前这个眼睛大大、睫毛弯弯、鼻梁高高的妙龄少女，你是何许人也啊？小编，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也无法把这个妙龄少女和当年那个超女舞台上的女汉子纪敏佳联系到一块儿。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没错，彼时那个身强体壮、被网友称其为大妈的纪敏佳，如今已经变成了中分、大眼、红唇的女神了。虽然我们看到了纪敏佳在减肥上下的苦功，但是从五官上来看，三年前她还是这样的，两年前她变成了这样，一年前她已经这样了，现在她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如果你要问为什么现在如此美丽，纪敏佳会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心情不错就告诉你们秘密吧。这个照片是朋友送的美图手机拍的，不用 PS 或修片。看到没，人家何止是否认整容，就连 PS 都否认，这真是纯天然的美少女啊。纪小姐还说了，如果要效果好，首先要自身基础好，不然是拍不出这样的效果的。正当网友大喊妈呀之时，另一波理智的网友站出来安抚，别喊妈了，他妈都已经不认识他了。作为和李宇春、周笔畅同届比赛出道的纪敏佳，当年以微胖的身材、中性的打扮，一路唱着沉稳大气的歌曲，硬是夺下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决赛第五名。走下超女舞台后，纪敏佳签约一家唱片公司，但发展并不算顺利。2007年，网络上就有纪敏佳要整容的消息。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是纪敏佳觉得容貌给自己的演艺事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动提出的。接下来就传出消息，纪敏佳在韩国整容费用为100万人民币左右，由她本人和经纪公司共同出资。面对公众对其整容的质疑，纪敏佳坚称，这是自己努力减肥和化妆师的功劳。近年来，选秀舞台出身的女汉子似乎对整容格外钟情。当然，想要瞬间变美，代价是相当大的。这是王子吗？对。导演，王子，红啊。眼前这位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正是2006年超女王子本人，有着一把好嗓子，却因为相貌平平，在选秀大潮中淹没。王子决定整容。整个脸型看起来虽然是肿的，肿的比之前还要大，但是整个脸型看起来已经是那种特别标准的瓜子脸。姑奶，我要睡觉了。看得出画面中的王子并没有因为整容显得颓废，相反，在面对镜头时他有说有笑，并对自己的现状颇为满意。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幸运。2010年11月，和李宇春、纪敏佳同为领舞超女的王蓓，就因在脸上动刀命丧手术台。尽管院方表示，在手术进行的一个多小时中，药物麻醉效果很好，整个手术过程也相当顺利，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在术后2小时，血液通过王蓓喉部进入气管，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09年，快乐女声十强选手李元熙近日发布的自拍照同样触目惊心，整张脸被整得只剩下原来的一半。2009快乐女声冠军江映蓉在出席某活动时，鼻子处惊现针脚痕迹，鼻子中部与嘴唇连接部位有明显分层，似乎是垫过假体后手术缝线接触。尚雯婕这位2006年超女冠军，五官立体，脸型修长，跟当年比赛时判若两人，新风的造型更是在内地歌坛无人出其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小编想提醒大家，整容虽易，安全不易，不妨学学咱们的另外一位超女春春。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方脸挺好的，然后很特别，大家如果都去整的话，我就是最特别的。频率在线编辑报道。
好，这个变化的确是非常大啊。应该说美呢的确是美了一些，然后呢整容其实也是毫无疑问的，应该是动了一些手脚。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会面对很多人的询问啊、质疑和提问，他会如何的做出回应，或者如何来回答啊？这个内容的这个方向呢，取决于啊他的团队或他自己来如何来思索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呢，过不了多久呢，很多相关的这个问答都会出现在各个媒体上，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他会如何来回应。